这东西买完就不能退。是啊，你要说买所小以了，说，你要真是想买的那天，我给你装出来两台车，装出来一台四七，一台五零，你在门口骑一圈，你是，看哪个得劲儿拿哪个，你得试。这是真的。所以说我给你的一个参考点呢，就是啥呀？骑四七的车，如果真是感觉你这个胳膊这个线儿骑着短，你可以换一个长点儿把力去调整。但是说你要说是你买一个大的车，买一个大的车，它的 reach 这个上管的 reach 是长的，你调整不了这个上管，你只能说你买这个车买大了，你只能说把座往前移，推到头，完了前面换个短把力，还是不舒服，因为你这个 reach 这个车架子是长。如果说你这俩车架它是有区别的，它俩上管的 reach 是不一样长的，你这种呢，你操控性会更好，这种呢，可能说你感觉这个车就是大，这样够着抻呢，明白吧？有的人他是腿长，1米75身高，腿长能到80多，是，那他必须得这买玩意儿呀。倒是有的腿长，有的腿短。对，这东西不能说看网友们，就是说他们说我骑四七的，我1米75，骑四七的，我1米75，骑五零的。这东西人跟人的身体比例是不一样的，而且有的人他胳膊长胳膊短，他还不一样。你胳膊短，你就骑个五零的都得拉死你，那家伙够着车把可难受了。你胳膊是没有一个缓冲的距离。你像我骑瑞克多，我就骑五零的，这是我自己的车，这我的瑞克多就是五零的。瑞克多，我这还有台钛合金的自己装的车，这台车装的就是，这个是四八的架子。钛合金的更贵了。不考虑钱，不说钱，就说尺码。是因吗？为这种车属于一个压缩车型，你看它那标的是车型跟车型，标它的这是 S 码，标的是 S 码，但是说它整车它其实是一个小可供选择的，92不能选，九其实三，你可以研究研究 Q 性价比挺高的。是都说它性价比高，你要是老看贴吧神车就是 Q。但是入门级的最好的都是九三起。九三，实话实说，有点沾学生车了。我有时候总跑老家60多公里，来去130公里。我寻思骑那山地车，也就快了，也就2个半小时。要是搁它跑通勤2个小时，均速能到30吗？看人了。是，都说看发动机。但是你要是骑得好，如果像我们这种骑法的话，均速能骑到32、33这样，因为我们骑环一圈骑100多公里，这台是防刺的吗？不是，就是普通的你那不种。用考虑什么防刺不防刺，我跟你说，哥们儿，所有防刺胎没有说装上去不扎胎的，它有的是纹防啥刺纹胎都不好使，马牌都不行。我告诉你，想扎，只要是扎了，啥胎也防不住。而且再记住一点，防刺胎全沉。是它厚啊，对，不用考虑它防不防穿刺，防穿刺的胎没有一个是好胎。只能走铺装路，那像那什么砂石路，这个有一车点没事儿，这个主要是这种车骑这个时候胎压一定要看好，胎压得打胎压足。一定不能低，胎压要低了就容易扎胎。前胎105，后胎120、120。这个没有那么多说道，你基本上前后都打到110就行。你像我打的高，我胎压。夏天的时候，我们晚上骑的多。晚上骑夜骑的时候，我胎压一直就是前一班后一班，King 这个是有五零的都有啊。，King 的话就是按这个标价卖吗？对，5598。然后再送点装备，我一你般装备应该挺齐，兜里有个行者的码表吧？有，对。那码表不送你了，给你买2块钱，就5400块钱。就是啥都不要，裸车对呀、啊，五五千千四，四没啥给你的了，你啥都有，我给你装个水壶架，要不？King 的话，碳座管、碳前叉，对，铝合金车架，这车是台湾产的，这个是那个箱子没装的是吧？五菱的箱子里的没装的，嗯，没事儿，到时候想要了俩我都给你装上脚蹬子，让你骑一圈试试，你看哪个得劲儿，拿哪个走，买一回让你买得劲儿了，买舒服了。其实95是最。其实95是最尴尬的，怎么尴尬？高不成低不就。是有的又升级，又换轮组，又换这换那的。换轮组也不往95上换呢，95那个车基本上就是一台训练车，能达到一个训练车的水平了，它绕 King 的感觉还是差很多的。其实吧，我要求也不是特别高，入门级的也就凑合骑。
也不要求燃速度啥的。咋地你得来个20速的。我个人建议还是买 King 好一点。95真是有点差意思。低得多你就来个 King 什么的好一点。King 就是预算有点超。我个人认为就是说买这玩意儿没有算好的预算。都会临时有点变化。多多少少的。反正心仪的总是稍微贵一点。我的意思就是有93就买93，没有93就看95。93是早没了，今年3月份开始到现在就没有货。我这有5台全卖了，根本订都订不着。主要我就是担心那是四七的小。他俩的坐高这块都是一样的，就差到前后了。95找不着50呢？95啊？嗯，没有。47的能有就不错了。主要是你买小了吧，你换就换不了。买大的话你还能凑合骑，毕竟是长时间骑，它不是短时间的。是，反正我们这几年就是1.75米左右身高的人买的基本上都是47的。反正这个身高是挺尴尬的，属于临界点，就怕小，其他的要有50的 King 就这个价格了，5400。对，那我回去琢磨琢磨，嗯，合适的话往我就过了。93一直没货，95就有一台，还是47码的。我175，骑47，感觉太小了。要有50的嘛，还行。King 的话，47、50的两个码都有，拿不准。5400，本打算预算就是4000多块钱，买个95，没有我的尺码呀。